撒母耳记上，撒母耳记上第一章。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，名叫以利加拿，是苏弗的玄孙，托户的曾孙，以利户的孙子，耶罗罕的儿子。他有两个妻，一名哈拿，一名皮尼拿。皮尼拿有儿女，哈拿没有儿女。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，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，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、菲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。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，将祭肉分给他的妻皮尼拿和皮尼拿所生的儿女，给哈拿的却是双份，因为他爱哈拿。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，皮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，就做他的对头，大大激动他，要使他生气。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，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，皮尼拿仍是激动他，以致他哭泣不吃饭。他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，哈拿，你为何哭泣不吃饭，心里愁闷呢？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？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，哈拿就站起来，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。哈拿心里愁苦，就痛痛哭泣，祈祷耶和华，许愿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呀，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，眷念不忘婢女，赐我一个儿子，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，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。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祈祷，以利定睛看他的嘴，原来哈拿心中默祷，只动嘴唇不出声音，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。以利对他说，你要醉到几时呢？你不应该喝酒。哈拿回答说，主啊，不是这样，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，清酒浓酒都没有喝，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，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，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，所以祈求到如今。以利说，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，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。哈拿说，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。于是妇人走去吃饭，面上再不带愁容了。次日清晨，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，就回拉玛。到了家里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，耶和华顾念哈拿，哈拿就怀孕，日期满足，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撒母耳，说，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。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，要向耶和华献年祭，并还所许的愿。哈拿却没有上去，对丈夫说，等孩子断了奶，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，使他永远住在那里。他丈夫以利加拿说，就随你的意行吧，可以等儿子断了奶，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。于是妇人在家里乳养儿子，直到断了奶。既断了奶，就把孩子带上示罗，到了耶和华的殿，又带了三只公牛，一依法细面，一皮带酒。那时孩子还小，宰了一只公牛，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。妇人说，主啊，我敢在你面前起誓，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，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，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，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，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。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。